你们一般选择什么样的目标下手？30到50岁这样的。这外表看起来比较有钱的是吧？啊。你怎么样判断他有没有钱？其实是我那点更上的豪华一点的。50要行囊杆，是和谁一起去抢？干嘛还要去抢别人东西？2万。那你分了多少？5000。第二次呢？